信赖的人出任。As our ambassador to the UN, Susan has been a tireless advocate in defense of our interests.在美国的政界与媒体圈，苏珊·赖斯早已被打上了奥巴马的标签。根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揭秘，在外交上事务方面，奥巴马历来看重赖斯的意见，经常向他咨询超过其本职范围以外的问题。奥巴马几乎每天的工作都是从听取赖斯的综通简报开始，两人经常通过电话和电邮交换意见。赖斯更是奥巴马幕僚中少数几个可以帮助奥巴马修改演讲的人之一。早在2007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士赖斯就加入了当时还不是热门的奥巴马竞选团队。当时希拉里在党内风头正劲，麾下谋士拥挤，美国媒体就有评价赖斯是拿政治前途做一场豪赌。因为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赖斯就任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媒体认为赖斯具备了一位外交事务官员所具备的一切素。斯坦福大学毕业，罗斯奖学金和丰富的国家安全工作经验，赖斯对奥巴马的忠诚与执着也换来了奥巴马上任后的绝对信任。在希拉里卸任国务卿后，奥巴马一度非常希望赖斯领替，但赖斯半年前的一次争议发言断送了这样人事安排。2012年九月，美国驻利比亚使馆遇袭五天后，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赖斯在电视谈话节目中表示，这次袭击源于美国大使馆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的影片所引发的抗议示威。当时这个评论被广泛接受，可几天后，